二系列里啊，明白。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赞助商白家筑律师事务所的 Tony Park，谢谢。哎，大家好，我叫白家筑。首先，我想谢谢 ACCE 今天举办这个就是这么好的广播，跟你们大家讲一讲这个活动的问题。我先介绍我自己的公司啊，跟你们讲一讲，就是我们实质上已经有10多年的经验，主要都是做这些生意的问题。对，我们是10多年的，就是我们的三一的理念，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我们驾驭你们的成功。我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就是长久的客户，实际上我们是往我们跟我们在建国就前我们做事的都会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的。我们不是只是做一次的这一种的 transaction 的话，这一种的东西。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客户都是大概是2-3千万以下的 revenue 每年的 revenue 这一种的客户，这是我们生意的客户。我们的生意就是房屋的问题，我们也会处理到就是不同的生意的合约了，包括这一种这建筑的合约也会处理了。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做这一种的股东的问题的，就是股权的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就是收购公司啊这一种的，就是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啊这一种的 transaction 啊，还有这一种我们也要做这种的 stake freeze 啊，这种都是我们也有做的。所以，我很失望，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跟你们大家可以谈谈，就是这只股权，所以谢谢啊，大家。公民留一下，对，我们以后有一个证书发给你。谢谢，谢谢。